瑞典手机大厂 Nokia 即将要走入历史了，未来名称可能会更改成为微软移动。法人表示， Nokia 首款的 Android 手机新兴市场销售热度超乎预期， Google 为了阻挡微软来抢地盘，目前正和联发科共同开发100美元的手机来做应战。